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非常高兴又来到两年一度的台北大车展。那今年在福特的展区里面，我们展出了所有这两年来我们上市的所有 OneFour 产品下面的一个全部的车型，包括 Focus， 包括 Kuga， 那还有我们最新上市的 EcoSport 小型的休旅车。那另外的话，我们还有展出了我们最令人热血沸腾的 Focus ST， 以及明年即将迈入第50周年的福特经典跑车 Mustang。这次福特展区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重点的车款，就是我们将 1.0 升的 All New Fiesta 带到台北车展来。那这是第一次台湾的消费者可以跟这台车子做一个近距离的接触。那这台车子呢，我们是预计在明年的第一季，大约是农历年过后会正式的上市。那我们会以国产的方式跟所有的消费者见面，所以未来这款车在明年将会是我们福特非常重点的一辆车。那这次大家也能够在台北车展跟这台车做第一次的第一类接触。